最近给大伙整个硬火啊，本期点赞投币破10万，杜杜我直接咬牙 cos 海月，兄弟们给我冲啊！走不通的路就用拳头来打开。你们来了，我宣布了，我是个傻逼。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，你干嘛？大家好，我是豆豆，一个粉丝也不知道我是谁，下不拉不住。在经历了无数个日夜的等待，王者荣耀终于更新了新英雄海月，就是这个外形。你要是说他们俩没有什么关系，鬼都不信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这个英雄是王者唯一机智的英雄，大招直接把别人关进小黑屋。铁男看了不禁感叹道：成功吗？呆，咱们简单介绍一下海月的技能哈。海月的一技能和露娜有些相似，二技能则是打出三个指向性的球球。需要注意的是啊，在一二技能命中敌人后会给敌人增添一个印记，再命中一二技能时会产生小额真伤以及定身效果。当三次一二技能使用后，一二技能会立刻进行冷却。海月的下一次普攻也会变成一个三个球的强化平 A， 而大招就是选择一名敌人直接拉到小黑屋里一 v 一真男人大战了。哎，那都介绍这么多了，不得赶快把关注帮嘟嘟交了啊？难道你们就真不想看我 cos 海月吗？所以说啊，这个海月就还真是拉谁谁死，毫无克星，简直就是纯纯的无敌存在啊！不就是一次挫折吗？这次开丝血我满血，他还是没有大招的状态，我绝对能轻松把他安排得明明白白。真男人永不放弃，在我充分发育之后，面对丝血结束大招的凯兹来说， 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尊严。我知道，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，嘟嘟哥哥，这海月就这样，原来也不怎么强啊。哎，不着急，咱们到实战对抗里来看一下。一级的海月清兵是很快的，只需要连续的三下一技能就能把兵线全部清完。而后当干将支援下路，这个妖还想来偷吃自家中路的兵线，那咱们直接就是一套加二技能定身带走妖，让他想走都走不了。道德守则禁止偷吃本方中路兵线，请大家把正道的光打在公屏上，好吧。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。朋友们，就你们评价一下这个新英雄啊，大半管血的干将，四级两下一技能加一下二技能定身，甚至不需要大招直接带走，你说是合理吗？这就非常不合理了啊！所以咱们就压着打对面，等干将复活了，咱们把他拉进小黑屋里直接暴打，在一技能空了的情况下，干将也是连空四技，对我毫发无伤啊。完成了卧龙凤雏般的对决，所以咱们现在就是稳稳抓住了干将操作的破绽，勇敢地压着他打。表面上我走了是吧？我直接一个闪现加大招锁住他，小小干将你休想跑！就你们知道吧，因为海月能打出频繁的定身，所以我们就真的特别喜欢马超这种依赖位移示范的英雄。你看咱们把马超拉进了小黑屋，就让他愣是一枪都插不出来，只能乖乖缴械。甚至还有这种只有一丝血却勇敢开启大招，靠着大招给予的一点点护盾反杀的情况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我只能说非常恐怖，兄弟。那么在无数次的杀击之后，咱们也迎来了经济的压制时刻。马超紧追艾琳，咱们先两个技能秒杀他，结果这太乙不干了，非要和咱们贴贴，那就没办法了，这可是你主动往上送的。一二技能连招给他定身一下，然后大招拉进小黑屋里痛打。这太乙眼见不好，开了一手大招主动上来，希望咱们打他啊。拼脚苦，等他大招结束，再一个一技能解决，这就是海月大招的优势所在了。在双杀拿下马超和太乙之后，看到咱们的药仔在往自家方向走，同时还有一个玩着呲水枪，根本啥玩意儿都打不中的小学生。那咱们先是一技能闪现解决药，然后再转身解决这个小学生哈。啊，就虽然慢血没关系了，反正他二技能下放，枪根本就不准，完全是打不到我。
啊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我已经把对面拥有机动性的英雄全部击杀一遍了，加上我和百里拉开了身位，现在根本就不会再有任何人能对我产生威胁了。这个毕竟是新英雄嘛，大家肯定多少还是不太了解。那视频的最后了，也是高燃部分奉上来，朋友们关注点点，新英雄海月来喽。